现在在首都 T2， 刚进来也没提醒我戴口罩。唉，但是现在人的确是真的好少啊！刚刚过了安检啊，安检也是让我戴口罩，看来是真的完全放开了。现在这个 T2 感觉依然还没有恢复到以前这种状况啊，到处还封着，哪哪没开。之前去看这个麦当劳都关门了，上次路过的时候就已经开门了。唉，人也不多。我现在呢是要准备去一个马上要能够开采做茶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去茶园和茶厂看看。你猜他去哪儿？我上次来这些店基本都关的，都没人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员工都阳了还是怎么着。啊，现在这个到现在这个店铺还没租出去，都关着呢。倒是那个云南米线开了好久，一直就有人。哇，就一位女士没戴口罩，剩下基本都戴口罩。这个戴不戴口罩倒不是说自己，这边还有两位大爷没戴口罩。哎，戴不戴口罩倒不是说自己有多勇敢，只是一种态度吧，一种重新恢复到以前生活的态度。堂堂一个 T2 刚才转了半天啊，连那个充电口都没有，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去进这个贵宾休息室了，外边没地儿充电。哎呀，这还有个贩卖机，看看茶。前往大理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 CA1499次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，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马上。行，这价格还行啊，跟便利店的价格差不多啊，没贵到哪儿去。麒麟，麒麟是我上高中还初中，也忘了，太久了，经常喝的，有喝的是那个午后红茶，不喝奶茶。最开始就是因为夏天老带那个热茶不方便，就买那个午后红茶冰了喝。除了这个好像还有这个维他是有茶的，其他好像没有茶。然后就这菊花茶算茶吗？不算吧，就只有这个三得利特级茶叶水仙添加。我当时看上这个山姆有一个三得利的一个黑的那个黑乌龙，本来想来尝尝的。咱们先来个这个试试。快！可以支付宝刷脸。这边可以支付宝刷脸，我看看有没有。就这一个，请安全支付，有机会免单哦。我就不能那什么吧，不能微信吧，这是。请面向屏幕。完了，没摘眼镜。确认支付。哎，这就够取号了，我刚才眼镜都没摘。这给我取了，行，可以啊，就是不太凉，就这样，把我的钱取走了，但是我也拿走了东西，尝尝这个，是不是水仙？还是以前那个味儿，根本没变。来，看一眼这个配料表：水、乌龙茶叶，然后就食品添加剂、碳酸氢钠、乌龙茶粉，一升添加一克，茶多酚含量400毫克。每公斤，这才500毫升，咋远着呢还？
回味一下，还真是正经的岩茶，哎，可以啊。就是茶叶这个东西，凉着不太好喝。哎，好了，就靠这瓶茶叶去打发这2个小时了。